禅宗公夫直说，就是台独分子，今日亲美派一个台独分子在网上骂我，他的说话的大意是就像马保国一样练花拳绣脚，让山东一个散打教练30秒打倒了3次。本来我不想公开解释，为了维护禅宗功夫的尊严，我必须和大家分析一下。首先分析王某某用的什么招数，为什么能把我打倒？我发挥出了常有的平常的水平吗？如果发挥出了平常水平，为什么他根本打不到我？王某打我的时间用的是左手按我右手，然后上右拳打我。这种情况我做动下步啊，你上右手打，动下步他就打不住我，他就是把我右手压了，动下步他打不住我，他送上来了我随便打他脸啊。就是如果我画技的时间啊，你看我画技他压我，看我一个靠法啊，一个靠法就把他打倒了啊。你看在这个地方看啊，他压我的时间我闪身往这走了啊，往这走了，打他的脸一个靠法他就倒了。这种打法英国90公斤泰拳王欧洲自由搏击冠军皮特也用过多次啊。咱们先说第六局啊，第六局我连续防了6-7次啊。你看他就是按了以后又是打，打打再打再打再打，我就简单的用了恐惧方法，连防他6-7次，他一次没打住。难道说王某某不一欧洲自由搏击冠军水平高吗？那这里面为什么当时我身上没有劲，发挥不出平常原有的水平呢？第一是教练戴了双白手套，上来以后马老师先把我双胸摸了一下，我就觉得身上没有劲了，头脑反应不清了。有的人说马老师你真傻，人家给你下迷药了，有的说是水里面下迷药了，现在我也没有查出来到底是谁给我下迷药了，我们不能下结论。但是我的感觉是，对不对？我的速度很慢，现在这个视频在网上经常出现，在网上大家看这个视频的时间，同时看一下我和欧洲自由搏击冠军皮特比武的视频，两个视频一对照一分析，你就明白了啊。为什么想一想，为什么我在国内发挥不了正常水平和王某某比武啊，在国外打欧洲自由搏击冠军反了一直反反掌，反了一直反掌，为什么？什么原因？脑袋不是拍的，是想的。不要轻风就是雨，即台独分子污蔑中国传统功夫。